病 ，You my learn 句法。Hello。Well, guess what? Story of my life。好尴尬，我倒麦看我，哈哈。讲广东话。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那今天是星期天，所以算是一个 weekend vlog。然后现在几点啊？哎呦，现在已经2:30，快要3点了。那我现在准备要去西营盘找一家咖啡店，因为我过去几个月其实常常周末都不在香港，都没有好好的去探索一下香港有什么好的咖啡店。然后最近我发现，在西营盘香港大学那一块有很多可爱的咖啡店。然后我是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在香港的咖啡店喝过的咖啡都还没有让我觉得很失望的。我今天大概睡到下午1点吧，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我昨天已经有到这附近的另外一家咖啡店。我是在昨天找路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家叫做 After Taste Coffee。Thank you。我今天点的是 Flat White， 还有一个杏仁可颂。然后它另外其实还有在卖一些汉堡啊，或是 pasta 之类的，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简餐店，就是它不是纯粹的咖啡店啦，好舍不得弄坏它的那个渐层。我发现香港咖啡店有很多它都不叫 latte， 它都叫 flat white。 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两个中间的差别是什么，但是很多地方它就会写 black 或是 white， 然后 white 就是有牛奶的这样，所以我在猜 flat white 应该跟 latte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吧。如果我弄错的话，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纠正我。好，适合。这杯子好可爱啊，我想买一个回家。哇哇老，这下面是真的耶。哇，超适合拍照的，我下次伊恩来香港，我一定要带他来。像这个就很适合拍，你们看到这个感觉。然后这附近有一种新旧交错的感觉，但是它的旧是那种很有香港味道的旧，所以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我现在离开西营盘，准备去奥运，因为我今天约了一个朋友要一起吃台湾菜。我到香港来之后，其实还没有吃过台湾的食物，因为我就觉得。哎，我要吃台湾菜，我回家的时候吃就好啦，就不会觉得台湾菜好像是一个特别的 cuisine， 就像我们可能说韩国菜、日本菜什么的。不过我听说还是蛮多人会在香港吃台湾菜，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说吃吃看看到底正不正统。然后我们等会见，拜拜。Well, guess what? Story of my life. 我刚刚坐错车了，哇，好尴尬，大家都在看我，哈哈哈。因为我现在要去奥运嘛，所以我刚刚从西营盘应该是要坐到中环之后，然后再走到香港站，然后再转成绿色那条线。但是我在中环的时候忘记下车了，所以我又一路坐到金钟，然后从金钟搭荃湾线回到中环，所以我现在在中环。报告完毕，好，拜拜。Vanessa 了，然后今天就是 Vanessa 要带我吃在香港的台湾餐厅，然后加什么油？那帮台湾餐厅加油吗？去找那家店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奥运的奥海城里面。我只要我跟香港朋友出门，我就是路痴，我什么都不管。那你去吃好吃的都不记得地方？因为想要吃好吃的，我就找你们出来就好了。对，哎，好的，到了这家就是，哎，这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叫三星，三颗星星。台菜食堂，你也没吃过？
没吃过，但是我听说很好吃，真的、啊、就有好几家好。我本来想要去吃另外一家，后来人家说、哎、那个不好吃啦，我进去。谢谢谢谢。来来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有什么。三星什么三星面哦，三星面是有三种牛肚。会不会也太认真拍了？哦哦，为了我们放了，这是不是台湾的歌啊？应该是。有挂包来的，你有吃过挂包吗？没有啊。炸杏鲍菇52港币，200多块哦。我有喝冬瓜茶，我们在台湾冬瓜茶多少钱？20块。就是除一次5块港币啊。我们点一个红烧牛肉面、鸡排卤肉饭、一个白叶豆腐、一个烫青菜，看吧。好，我第一次在香港吃台湾菜哦。你有在台湾吃过吗？啊不不，你来香港吃过香港菜吗？讲广东话。哦。哎。乖仔。我讲了，乖仔。好的，いただきます。开吃。先来吃个牛肉面。我今天点的红烧牛肉面，然后是刀削面。嗯，有像吗？它的汤比较，追光者哎，好听。它的汤有点比较甜，要不要喝喝看？牛肉来的，哇，低了，嗯，好吃。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吃稍微一点比较辣跟咸一点的牛肉面，但这碗很不错，应该有到70-80分。下一个是炸白叶，它上面有很多的蒜，里面的豆腐比较扎实一点，还 OK 的。嗯，我想到家的感觉。它的鸡排是属于台湾那种古早味鸡排，就它的外面那个炸的皮比较小一点的，就不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它炸出来是这样一粒一粒的，就不是那种很大块的，你懂我意思吗？它炸出来外面就是那个皮会一粒一粒的、啊、接下来呢要试吃台湾菜的精髓，就是卤肉饭。它的卤肉超大块耶，它的卤肉饭五香粉的味道很重，台湾是酱油味稍微再重一点。我最后来评个分好了，这个我可以给到7.5分，7.5，这个就正常发挥大概7分，鸡排可以给到8分，卤肉饭5分。跟大家分享这边在澳海城的，我通常说成品，它是无印良品 Chew Cup Dye 来的，我说这个很好。给大家介绍无印良品的内裤 Chew Cup 好卷 Chew Cup 舒服。嗯，舒服舒服，系啦，啱啦，啱啦，啱啦。我买咗200包。你未买噶？我要买200包。或者准备要买。准备要买200包。嗯，我好咩？好咩啊？咩我咩？我好。我好咩啊？我好靓。哈？对啊，我是叫你讲啊。哦，我好靓喎、哦。我超级靓。我。超级靓。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发型。我靓啲少少。咩啊？我变靓咗。我变靓咗。这个新发型，哎，真的对你跟你很配啊！要不要来一个？我不要。哦，然后这个。哎，顺顺改嘅。好啦，我们现在要来喝咖啡，下几点？现在是晚上
7点。It's never too late for coffee. 嗯 ，always ready for coffee. 你怎么突然变成温柔婉约、啊？哎呦，我一直都那么温柔的，我很温柔的呀。对，这个叫做 Happy 头。Happy 土了 ，Happy 头嘞。是怎么唱的？我刚才在猜你在唱什么歌来的。哎，你每天听过吗？有一首歌叫什么？玫瑰，玫瑰，什么？不是什么？超喜欢你还是什么？超喜欢你，我乱唱。好了，谢谢。这个怎么可能？哎，太难了吧！呢，明天啊，早上7:30在钻石山、丽景跟炮台山都有钢铁复合作运动。那我要上班呢，刚好就是会经过这个叫做炮台山的地方，所以说我明天要几点出门比较保险？7:00-6:30吧。好，但是你是几点需要上班？10:30。没有啦，就是大家安全最重要，好不好？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我要很早起这件事情。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按个 like， 如果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好不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拜。因为我要去。好，好，唱 Karaoke， 你要吃啥？Let's go check out。